of three when children open the shoe boxes, they're so excited. I mean, it's just been incredible. Kids are so excited, giving them a gift, do it in Jesus' name, and that's what this is all about. Jesus loves you. It's a gospel opportunity. It's the chance for the children to change the entire life. The word of God is spreading. The gospel is advancing. It is impacting children. It is impacting families. It is impacting the world greatly. Thank you for praying. Thank you for giving. God will bless, and God will use your gift to touch the life of a child and to be able to do it in Jesus' name. So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being a part of it. God bless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大家早安，让我们一起以今天的宣召经文来齐心的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宣召经文，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我们荣耀尊贵的救主耶稣基督，全能的主，我们敬拜你。你是荣耀君王，万王之王。帮助我们用我们的祷告和我们实际的行动来医治这一块土地，让我们不是靠口中所说的，而是靠坚定的信仰来让我们所做的一切发出果效，让你的慈爱与恩典来医治这个国家，
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抉择，来驱动这个国家走向正确的方向，帮助我们尽一己之力，以祷告来成就你话语的真理，让我们手中所做的每一个行动，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你的公义，而不是我们的自意。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也了解我们的软弱。主，把那些软弱变成你圣灵同在的刚强，尽管我们都不配得。主，用你的恩典和怜悯浇灌我们，开我们的眼，以你的眼光来看待他人，看到他人属灵的潜力与价值。也请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骄傲与自以为是，试图将自己提升到超越您和您对我们生命所定的目的。我们需要你，主耶稣，我们如此的需要你。祝福我们，并使我们成为高举你为独一真神的伟大民族。主，你是美好的，你对我们的爱从亘古到永远，我们尝过你的甜美，我们知道你的爱源源不绝，帮助我们将你的这份爱活出来，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年我们的背诵金句是马可福音10:45，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节经文里面神要告诉我们的话。
先让我们一起来默念。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今天我们攻读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七节，以及第十一到第十六节。现在让我们一起高声的朗读神的话语。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唯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以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讲题是我们彼此扶持，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十六节的经文，我们彼此扶持的我们指的是谁呀？我记得我第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一开口的前三分钟，我和在场的会众同时发现我有一个口头禅，就是我们。我每两句就有一个我们，我们这样，我们那样。我当时呢有一个警觉，我有察觉到，但是我却没有办法不说。好像如果把这两个我们这两个字去掉了，那我就没有办法来表达我要讲的东西。那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题目里面这两个我们是什么意思。我们先来看一下。我常常跟人家说，这是我的教会，忠诚县华人金星会。我在这个教会都要将近20年了。那今天题目里面的我们，就是每一个主日大家在这里见面的一群人。但是自从三月中起，除了教牧同工，就已经很少人在这里出现了。我们离开教会的建筑物到线上见面聚会崇拜了，那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Zoom 就成了我们的教会？还是说一定我们要到教会那个建筑物，那才是我们的教会？那这是我们和平团契的聚会，这里面大家看到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都已经成了高科技的能手了。在过去6个月里面来，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他住在圣地亚哥，他和先生都是高中的时候就信主了。他们在高中的时候有参加基督徒团契，到了大学他们继续参加校园团契。那他们毕业以后很快的，他们就在教会结婚了。他们热心服侍，从来没有间断去过教会，小孩子都在教会里面长大。他们的家是开放的，团契的小组牧长、执事来来往往，非常热闹。但是8年前他们停止去教会，
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很伤心，不用我去教会以后，每一天先生弹琴，然后太太唱歌，他们每一天做灵修，两个一起做灵修，可是他们不属于任何教会。到主日的时候呢，他们会上网去搜寻，看看他们喜欢听哪一个牧者的讲道。那我跟他们有讲过说教会生活还是有必要的，他们觉得说他们还是爱主的，他们没有缺少什么东西，他们很好。那今年四月初，太太发现先生得了病毒，那先生的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于是呢他很快就去了医院。他是属于高危险群，他住院了以后，医生表示情况并不乐观，太太很担心。他跟一个朋友说了情况，那这一个消息就辗转的传到了教会里面，他们以前小组里面的弟兄姐妹。那这些弟兄姐妹后来他们每一天就跟我这个同学打电话，在电话里面跟他一起做祷告，帮他打气。那教会里面呢刚好有一个护士，那他就在那家医院工作，所以呢他也帮他打探消息，帮他报告进展。然后最后呢先生战胜，先生很顺利的他就回到家里，他康复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教会里面又有人轮流的送物资，然后就摆在他家门口。那我不知道他们教会现在是不是有开放，但是我相信他们现在是重新回到教会了。因为我同学说他知道教会是他永远的家人。那么究竟什么是教会呢？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有说，他说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因此教会是因为基督的死而与神和好，而且领受了永生生命的人的一个集合体。现在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有讲到，他说使他成为教会，做万有之前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这个他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使耶稣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的第十五节也讲到，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元首我们都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的主，是教会的掌权者，信徒是教会的肢体，与耶稣相连，靠着基督得滋养。我们的经文里面的第七节讲到，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每一个肢体所蒙的恩赐，不是为了肢体的个人，我今天有的恩赐，它不是因为我自己的关系，它是为了全体教会，教会的全体，它是为了要建立整个基督的身体。没有一个人是拥有全部的恩赐的，每一个人拥有的恩赐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一个肢体他们是彼此互相需要，互相承担重担，互相承担彼此的重担。耶稣的身体教会是有相互性的。教会有一个最大的特色，神召聚万民来敬拜他，
成为一个见证和敬拜的群体。这个群体之间彼此有联系，有关系。这个关系希腊文叫做 koinonia。 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四到第二十五节讲到，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讲到，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这个相交就是 koinonia。 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这个相交又是同一个希腊文 koinonia。 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如果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我们就彼此相交。这个 koinonia 我2018年的时候曾经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团契，教会里面团契的重要。这个字 koinonia 在我们整个教会生活里面是重要的。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第一次在线上讲到的题目就是肢体里面的爱，3月22号，那个题目就是肢体里的爱。我尤其记得哥林多前书第12章的这一段经节，这个礼拜我又重新听了那一段视频，我感觉那一个说话的人并不是我，因为我在过去这6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我改变了。过去这6个多月来，我虽然没有怎么出去，但是我经历了许多的事情。在我个人的层面上面，我家的宝贝狗狗它在5月的时候走了。我还记得我戴着口罩，我抱着狗，我家隔壁的韩国妈妈她帮我开车载着我到狗医院去。到了那边，我冲进急诊室，那个情况我到现在还很清晰的记得。小狗刚走的那一天，教会只有一个姐妹知道，她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她在电话上陪了我2个小时，我们两个一起哭。在服事上面有许多的施工，我走了一段崭新的路途，和许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疫情，我们的关系有更亲近的感觉。我和教牧执事因为频繁的网上的开会讨论，好像这个经历，过去这6个多月来的一个经历，我感觉好像是从一个冒险泛滥，从一个不知道前面将如何的一种心情里面，最后突破了出来。整个教会我们可以有一个会员会议。我这几天重复的念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25到第27节，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得荣耀。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我重复的念这一段经文。今天的我和6个月以前的我已经不一样，但是这一段经文，如果我今天要讲，我还是跟6个月以前讲的一模一样。你们有兴趣的，也可以去找来听听看。
今天的经文第三章啊，第三节，第四章第三到第六节有说到，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唯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段经文让我想到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节讲，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第二十二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这里的合而为一是希伯来文的数字一 one， 这个是一个 oneness， 是一个共同体。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 become one， 像我们 become one， 我们是一个，他们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当爱存在的时候，我们可以合而为一。这个合而为一是变成一个，是不管是快乐，不管是受伤，都是彼此有感觉，有互感，因为已经成为一个了。我们常常说合一，什么是合一？要如何合一？箴言二十九章第十八节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这里的异象表示神律法的漠视、训诲、命令，它并不是指一种超自然的异象的一种经历，可是它是在圣灵的启发下 Revelation， 它得到一个更高度的一个高瞻远瞩的一个远见。那这个因着我们对神的旨意还有他的计划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察见、一个观察、一个了解，而产生一个顺服的一个行动，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视野，这样子的一个意象，这是一种 revelation， 从一种启示里面，从一种默示里面出来的。那放肆呢？放肆英文是可以讲说是 let alone。 什么是 let go let alone？ 就是本来有的约束已经没有了，这个约束已经除去了，那是不是就是完全的自由？我想这个放肆，它这个 let go let alone， 有一个可以比喻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去上了大学，他们一直在家里的时候都有一个限制，都有一个父母亲会有一个管束，但是呢他们一旦上了大学，就好像有人说是像脱了线的风筝，他们没有约束。就像有一个这个是
箴言就是旧约里面这个意思，有是讲说将这个头部，就是英文是 turban， 中东人戴的那个头部头巾 turban， 把它拿掉了。这个拿掉了以后怎么样？失去了保护，就像是放生了一样，进入一个自生自灭的情况了。当我们说意象的时候，我们刚才讲那是一种方向，一种目标，一种愿景。如果一个群体不去理会上帝的启示、上帝的意象、上帝所给他们的方向，他们自然成为一盘散沙，个人就按着他自己的需要和理想去要求群体。这个群体呢，他可能最后他步向死亡。我们从历史里面看到的，这个群体不只是一个教会，甚或一个国家，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的。但是教会呢，是要活在上帝的目标和方向里面的。要活在上帝的目标和方向里面的这一个群体，才是真正属神的群体。耶稣将传福音这一个意象，他作为教会的方向和使命。所以神有方向，神也给我们一个使命。神给我们的使命是要我们去传福音。基督教导我们，不但要有意象的一个这个看法，而且我们更要有计划的把这个意象给实践出来。耶稣他自己，他做我们的榜样，他有计划、有组织的，他去发展他的布道的事工。记得他差遣他的跟随者，他说两个两个，你们两个一组，两个一组的到人群中去传福音。耶稣他是有计划的，他是有方法的。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他跟他的门徒讲说，你们要先到耶路撒冷，再来是撒玛利亚，再来是犹太全地，一直到地极来传福音。这个也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当我们要实践意向，我们并不是靠着我们有多大的权力，或者是我们有多大的才能，我们有多大的才干。意向的一个实践要靠圣灵。我们初期的教会，他们是四散的基督徒，他们没有势力，他们更没有财力，但是他们能够茁壮成长，是因为那个时候的门徒他们有圣灵充满。我们今天活在这一个活在这一个末世的时代，我们可以以他们为借鉴、为榜样，我们仰赖圣灵来得力，来做主的事工。我们想一下，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要在圣灵的引导下面来了解圣经里面的教导，然后我们来把握，我们来遵从这一些基本的原则。我们一方面靠着圣灵，我们来了解，来寻求神的旨意，我们来寻求神在我们教会里面的计划，我们来观察我们的教会的需要究竟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来聆听，我们来分辨神的呼召，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对我们个人的呼召，神对这整个教会的呼召是什么，然后我们去体会神的旨意，顺从神对整个教会的引导，顺从神对我们每一个个人的引导，我们来投身在神的计划之下。那这个计划呢，一定是神在永恒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设定的一个蓝图。你相不相信你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你和这些弟兄姐妹相交，这个是神就早就已经预定了，
为我们预定好的，我们每一个信徒所当做所能做的各样子的善事美事。我们的教会有外展事工，当我们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个共同的清楚的目标的时候，这些活动，这些我们办的很多的外展的活动，到最后只是白忙一场。我们就像是外面我们去参加的一个宴会，一个 party， 当这个宴会结束了以后呢，人去楼空，就此结束，已经画上一个终止符号。但是呢，我们譬如说国语堂去年有野餐，那在野餐的时候，这个野餐是我们的一个外展事工，那大家吃吃喝喝玩玩以后，在这当中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有一个方向，我们也有一个使命感，我们也有计划，我们让一些访客来填新人表，那这个新人表填了以后，我们回到教会，我们继续跟进，继续和他们联络，和他们连接。中文学校和 ESL 的课是针对尤其是 ESL 是针对新移民，这一个事工，它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标方向，而且它是有计划的。我们的慧芬姐妹校长，我们的校长还有 ESL 的老师，他们去教 ESL， 因为他们有计划、有策略、有一个使命感，他们都是环绕着要如何将班上的这些未信的学生能够带到我们教会的活动里面来，帮助这些学生能够融入我们的教会，能够有机会来上主日学的课，能够有机会参与我们的崇拜。这一些弟兄姐妹在这个事工里面服侍的弟兄姐妹有一个相同的意向，今天如果你也有一个一样的意向，你也可以加入这一个事工。我们有教会一定会有一个方向，有一个使命，当我们在这一个方向和这个使命里面，我们在教会的肢体是合一的时候，我们就会将我们所有的精力，我们所有的注意力专注在我们要去计划，我们要去实践这一个我们的使命。那么我们在计划在实践的这个过程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中文里面有四个字叫做切磋琢磨。那这个切磋琢磨是什么？它这个我去查了一下，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切磋琢磨这事，这我去查了一下，其实它原始它是对于动物的骨头，还有象牙，还有玉石，还有石头等这一些不同的材料，它的在工艺，它在雕刻，它在塑造的时候，它进行加工，然后把它们整治的一个方法，就叫做切磋琢磨。那切它是用在动物的骨头上面，磋它是用在这个象牙上面，那琢呢，它是琢玉，那磨呢，它是磨石。 OK， 那这个切磋琢磨这四个字，这个工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这些器具，就是骨头、象牙、玉石和石头，最后是抛光，就是它们就是可以被切磋琢磨到发亮，很顺，很光滑，很发亮的一个境地。那
这个切磋琢磨这个成语演变的意思，就是我们彼此之间互相的讨论取长补短，然后呢我们一起求精进，这个就是切磋琢磨的意思。那在我们箴言里面27章17节这个经文是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在新译本的翻译是说铁磨铁磨的锋利，朋友互相切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切磋，才智也变得敏锐。当我们切磋，彼此互相切磋了以后，我们才智变得敏锐。我们在聚会的地方，我们在教会的团契，我们在教会一起崇拜，我们在教会一起活动，我们彼此一定会有摩擦。这些交流，这些活动，都是提供了我们磨练彼此的一个机会。这些活动，这些koinonia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团契相交，都是可以让我们可以彼此切磋琢磨，可以让我们彼此铁磨铁磨出刃来。当我们磨的时候，铁磨铁，我们两把刀我们要互磨，让两把刀都变得很锋利。我们是怎么磨的？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磨的？还是我们是这样子磨的？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磨的话，肯定这个刀马上就不能用了。但是如果我们是有一个目标，我们是要让彼此都很锋利，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磨法，我们要同样的怎么样。他这边说朋友相感是磨朋友的脸，磨朋友的脸，我觉得这个磨朋友的脸很有意思。因为你要磨脸，你必须要当面，你必须要面对面，你不可能在暗地里你去跟他磨面，你也不可能在背后来跟他磨面，你一定要跟他面对面。这两个铁器一定他必须要同时互相工作，他才能够达到他们共同的目的。那这个就是这个目的，就是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动机。这个动机就是我们两个都要彼此互相把对方磨砺，让彼此都能够更精进。今天的经文第16节讲到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使教身体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箴言27章5-6节讲到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所以这一段经文也提醒我们，我们不一定要去追求一个虚假的亲嘴，但是朋友真诚的真诚忠诚的一个责备，其实这个责备一定要是当面的这个责备虽然会可能将伤痕加在我们身上，但是那个最终的目的是要彼此精进，对双方都是越磨越利。第2节，我们今天经文的第2节讲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所以当我们彼此在切磋琢磨，当铁磨铁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态来对待。第2节讲得很好，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我们国语堂有一个逐日学识字训练正在进行当中，已经差不多6个月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些老师他们对于
某些神学的话题或者是经文有时候有一些意见不合的地方，那是不是这些老师就是吵吵闹闹，就是彼此互相敌对？没有，因为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我们彼此互相扶持，我们可以走更远的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七节他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好，最后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基督的身体的成长，当我们能够做到合一，并且我们能够彼此互相扶持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教会一定会成长。我们啊，有一个牧师啊，他打了一个比喻，他说教会的增长就像是在长肥肉，就是教会如果有增长而没有成长，就像是在长肥肉。教会一定要有成长，教会的成长像是在长肌肉。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不要肥肉的，我们要的是肌肉。当肌肉，而且我们知道当肌肉强壮了以后，自然就会增长，我们体重可能会变重，可是那个是肌肉的重量。所以教会我们一定要求成长，这个成长是每一个人的成长以后，我们整个教会就可以一起成长。当我们成长了，我们自然一定是会增长，增长是一个数量的增加。我们说这个教会今天800个人，明天1000个人，但是呢，质量的增加更重要，这个教会要有成长。我们姐妹小组过去这2年来，由于人数不多，所以大家有机会能够彼此互相扶持，我们彼此竟然建立很紧密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成长。那这个成长到了一定的程度，譬如说今年我们就发现，我们因为每一个人过去这2年因为人数不多，我们彼此互相切磋琢磨，互相扶持，结果呢，每一个人在我们所学习的上面我们都成长了。这个成长带动我们整个小组的成长，我们整个小组成长了以后，现在我们有看到这个小组增长的现象已经出来了。那我们今天经文的第13节讲到，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一定要先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认识神的儿子就是我们要对话语，我们要对我们这个信仰有非常精深的认识，我们得以长大成人，将我们的基础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然后呢，然后就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因此我们说，生命的更新是从何而来？生命的更新是从神的话语而来。那么生命的成长改变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说我们要生命更新，我们要生命成长，那么我们这个目标是什么？我们这个目标是要让整个教会的肢体，让整个教会，让基督的肢体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说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因此这边讲到生命改变更新的策略，我们可能要经过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像教导人学义，就像是在旧约里面神借着
他所拣选的先知，将他的旨意，将神的计划，将神的命令，将神的警告还有教训带给以色列民。神的目的是要提醒他们，他们要远，要离恶行善，以免的遭到灾祸。但是一方面，神也给他们一个盼望，盼望，这个盼望就是等候神的一个拯救。生命改变的策略从何而来？生命改变的策略是从神的话语来的。哥罗西书二章十八到十九节说，不要让人夺去你们的奖赏，他们以故意谦卑敬拜天使为乐，迷于自己所见过的，凭着肉体的意念无故的自高自大，不与头紧密相连。其实全身都是借着关节和经络从头得着供应和联系，就照着神所要求的生长起来。这个是可能是新译本哈，我们和合本可能大家是比较熟悉的。因此我们的成长是从头得着供应和联系的。我们有没有可能说我们的手成长了，我们的脚不成长？那如果我们的手成长了，脚不成长，我们肯定很难买衣服。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间一定要彼此互相扶持。我们不要说张着眼睛开着嘴巴，张着眼睛看这个的人的灵命实在太低了，或者是开着嘴巴讨论说，哎，那一个人必须要到神面前来忏悔。我们的成长是面对面的，大家一起的，在神的话语里面的一个成长。我们神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个在马太福音，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们的聚会一定要是奉神的名。当我们这样子做，当我们这生命的成长改变，我们的目标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时候，我们自然是可以合一的，我们自然一定是彼此互相扶持的。最后我要用我们这个礼拜我们的那个周报，好，我们的周报网上可以看到，教会网站上，我们的何牧师，我们的主任牧师何牧师，他和我们一起分享的这个叫做欢迎的祷词。这是一位神父，他是Thomas Keating， 好 ，Thomas Keating， 他所写的一个叫做 Welcoming Prayer， 好，欢迎的祷词，我们大家一起念，说欢迎欢迎欢迎，我欢迎今天来到我身边所发生的事情，这是与我有益的，当中包括我的思想、情感要面对情况。我学习去放开对权力和事情上控制，我学习去放开对追求别人的认同和自己要满足的渴望，我放开对生命和保障的执着，我放弃要去改变任何情况，个人或自己的渴求，我愿意完全投放自己在神的爱和他的怀抱中，让我生命成就神的旨意。阿们。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个欢迎的祷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到 let go, let God。 我们 let go, 我们将我们自己放下，我们让神进来在我们身上做工。
在天上的父，愿人得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同领受神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